俺家小新手开早饭了，看欣欣胖了没，长个了没。早晨一杯牛奶，一个车轮子面包。那两天这个车轮子面包吃完了，这把又给我又给我要，我又给他买了两盒，好吃不、哦？欣欣，再吃个鸡蛋吧，还光吃个面包，喝杯牛奶。哎，姐妹妹，这个车轮子的面包，你还有没拍过了吧？如果说你还没吃过这个面包的，你拍上两单，你尝尝去。它是全麦的哈，里面给咱家里全部是这种核桃仁啦，这种各种果仁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说各种都有。它是果仁车轮子面包，这一盒的话里边有八个，看到了吗？包括小孩、老人、大人也都很喜欢吃。早晨不愿意做饭了，给孩子，然后拿上两个这个车轮子面包，然后喝上一杯牛奶或豆浆，就是一顿饭。里边满满的加的这种果仁，要的话直接去拍就行，姐妹哈，这个是全麦的。抖音。